你不要给我上来哦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摔摔摔！救我！救我！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都是基础开始啦，好不好？那我想一下、哦，老头的预设值也都设定好了，血条、望远镜、堆叠，这个是那个钩爪，无限钩爪，传送门，飞行生物，飞行生物可以点跑速，基本上呢，老头这个新系列就只带这几个模组，后面依序再看情况要不要增加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啰嗦，好，我们先开始了。终于进来了。啊，为什么 B 卷断断续续的、啊、？B 卷有问题哦。哇塞！哇，这是哪里啊？为什么我一出生就来到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？啊，一进来马上升级，有没有？好，这边的恐龙都是旧版的恐龙，目前还没遇到新版的恐龙。我们要在这里盖基地吗？哎、欸，毒蜥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哎呦 ，Oh my god， 那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大哥，我才刚来而已。哎呀，不要啊！完了，我刚来我就要死了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嘞！救命啊！我才刚来而已，你不要给我上来哦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摔摔摔！救我！救我！哦，我死了！看来这里不适合人类生存，我们换一个新的地方。这个，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水龙兽嘛。它这边的魔，哎、欸，是迅猛龙啊！那迅猛龙吗？哎、欸，这边都是异变版本的、欸，哎，异变版迅猛龙，异变版的水龙兽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不主动攻击我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这边适合生存吗？我还蛮好奇的。有嘟嘟鸟哎、欸，看来好像可以、欸。真菌木头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一下界面哈，我们来不及看哦。我觉得我们要先躲，先跑到上面去好了，好不好？那边有一只迅猛龙。哎呦，不要玩溜滑梯啊，嘟嘟鸟。嘟嘟鸟。给我你的肉，快点！我需要一点肉跟兽皮。好的，上面这边看起来蛮安全的，有发光虫。这边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树这个地方，干、前面的什么？哇，是牛龙啊！难道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吗？这个游戏现在让我非常的困扰，每次一个新系列打开都是这么的困扰，是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赶快多采集，赶快升级才是重点。其实不一定要早点找到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可以。哦，哇，这个好大坑哦！他什么时候把这做那么大颗的？哦，我们也可以设法想办法。啊、哦，先赶快升级，再找到家，是不是？啊，异变乌龟倒还好。哎、欸，这个什么好可爱？哎、欸，灯泡犬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吃什么啊？我这边有果实，那你应该是吃肉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好可爱！小跳跃一下，可恶！我想要先驯服你哎，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藏身之处，我觉得你将会是我未来的好朋友。哦，就跟那个荒岛求生会有威尔森一样，有没有？威尔森。欸，拉屎了，好可爱哦！连拉屎也这么可爱哦。这个应该是八哥犬跟灯笼鱼的异变，然后那边有一只，走路一定要这么卡哇伊吗？我们快要抓到了，快点快点！哇，超级会拉屎哎、欸，根本是死亡啊！哦，味道升级啊！血量点到个200好了，来来来，再一个，快点，耶、yeah! ，呜，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这只颜色不一样哎、欸，我
们可以两个都抓吗？我决定我要带两只出门了。我不吃东西没问题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先填饱自己的肚子。弄到没有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不行的、啊。哎呀，先想办法盖一个那个好了。哎呀，我们的那个嘞，食斧嘞，我没有做食斧啊。算了，等一下再一个，边喂边采集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过夜了啊。满电时自己会开启。这是会供电哦，哎呦，还可以侦测敌方玩家。野生生物高等侦测已开启，哇，这个是侦测用的呢，带在身上它会自己侦测吗？我是什么都没看到啦，又抓到一只了，你就跟着我。我想要叫这只黑色的名为威尔森好了。我要帮你取个名字，来，哎、欸，阿丽也取名，你的看起来真的是好可爱哦。威尔森，走吧，威尔森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啊，暂时还没想到你的名字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为了填饱肚子呢，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先盖一下生活的、哦，不然我真的挂掉了。我们没有木头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只有三个茅草。我忘记采木头了，天哪、啊！把肉丢进去烤。木头这个地方，完了，我该哪里找木头啊？他们都没有人敢攻击他吗？前面那是什么啊？好好奇啊、哦！脊背龙，死定了，完了。有没有烧到肉？有了一块啊！为什么要寂寞的天呢？来，先生个火。肉、木头，我们刚刚不是劈了不少吗？怎么才一个？啊，这个也是木头哈，我都忘记了。OK， 沿海地区会比较好生存，好不好？这边看起来非常的安全啊！哎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哇，这什么东西 ？Oh my god， 这什么？蘑菇包子？我是磕到了蘑菇包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的天啊，我头好晕啊，吓死人了！我有磕到蘑菇包子吗？没有吧？我把肉全部吃完了。采太多蘑菇包子会又来了，我早知道不要采了。天啊！刚刚现在又地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哇，我睡着了。完了，没事吧？啊，地壳在震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等我醒来了！天啊，蘑菇会让你产生幻觉。欸，威尔森，哇，迅猛龙啊！迅猛龙又走了。欸，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在震动啊？在哪里在震动啊？欸，周遭的石头在震动欸。我的天啊。干什么？不要哦。你跟我离开啊，迅猛龙。干，我死定了。欸，不对啊，我们有弓箭啊。我靠。你还真的打进来啊。拼一波了。这叫实在太嚣张了。嚣张欸，搞什么东西？
哦，好家在，我以为我会死掉，其实还好啊。哇，兽皮超多，终于啊！哎，我可爱的家，生不死啊！有有有有，麦罩杀掉了。他会拿到什么？哦，他会产生肉跟甲壳哦，欸，也是不错啊。生肉跟甲壳不，欸，你不要，巨蜥，你不要对我的房子产生性幻想好不好？你这样会很困扰的。我说真的，不要让我困扰，然后掉大便是吧？哎呀，不要又碰到香菇了啦，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啊？他在跟谁打，啊？哇，他居然跟……我办法把他杀掉吗？我怕我等下直接被他杀死。哎，欸，这地方可以抓一只锦龙，哎，我们只要把它做的够多。哎，欸，这个高度很 OK 哦。哎，欸，我们可以来稍微驯服一下那只脊背龙了。不过我们要先多采一点麻醉跟黑果，又是一大工程。天啊！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那个山坡高度，就想到我以前跟黑乐在打的时候，也是用这种方式驯服的。可是我们死很惨就对了，这大概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吧？应该两年前有了，好久了，哦。哎，欸，怎么又开始晃了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岩石怎么震动？直接爆掉变成石头？这样也行啊！哎哎哎哎哎！喔喔喔喔喔喔喔！这地表是有蠕虫在动，是不是？哎，会不会被吃啊？哦！哈哈哈哈！三不五时喷饱是吧？笑死了！你很会喷哦！啊，请你再喷多一点，外喷木头两颗，要许我。我真的觉得地下一定有什么蠕虫之类的，啊，不然不会这样子，啊，搞不好这是这个世界里面的 BOSS 之一，超巨大蠕虫之类的，啊，又喷了，你看，哇，这么会，好会喷哦，好啦，喝水啦，别吵啊，来，多给我点充能。好，我们先做25只先好了。麻醉药剂还是要有啦。25。剩下的用弹弓好了。啊，我们好像没有做弹弓对吧？我们好像也没有脊背龙的鞍，对不对？脊背龙的鞍，迅猛龙，到时候用得到，巨蟹用得到。哇，我们没有蓝图了，蓝图点数不够。没关系啊，脊背龙晚点再做好了，那个鞍晚点再做无所谓啊。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差。在那边啊，好远啊。这只是九等的。九等应该是蛮好驯服的，啊。哎呦，欸，居然有，欸，哎！哇，跑超快的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先讲，我要死了。你该不会来个大转弯吧？没有脚步声了，在这里。可以，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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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角度行。今天我们就把你带走，跑掉了。我都忘记这家伙会跑了。干，这样我很难，这样我很难搞，你知道吗？可恶！来了来了。
救命啊！完了完了，又一进又一进了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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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！啊哦 ！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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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我现在又居然他妈的给我搞这出！你在哪里啊？啊！会死，会死，会死，会死！我说会死就是会死，干死定了！不，他跑掉，他跑掉！干你老师哎，吓死人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，不要从这里会摔死！快点，快点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！干又是毒蘑菇，我恨你！不要闹啦！现在是危机时刻，你现在这样闹，正常一点好不好 ？Fuck you！ 哎、欸，我们那一只棘龙去哪里啦？远走高飞啦！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目标了。嘎，我觉得下集再抓好了不好？我们现在身上太多东西都还没做完了，在那边啦。我看见了啦，我们可以下集再抓嘛？哎，不对，这个是那个新尾兽，新尾兽应该不会主动攻击吧？但是要把它射晕。我们身上不够，它会跑哎、欸，那这个倒还好。可是我们没有多余的麻醉了。完了，依旧都没收获。哎呀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吧，算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不好？毫无收获啊，今天。不过我们今天顺利打造了一个新的家哈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是一个据点。之后呢，啊，我们再想办法抓一些恐龙吧。虽然可能不会是新的恐龙了，但是呢我们先暂时就是安顿一下。不然的话，真的没得生存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狩猎晚一点再说吧。家里的东西先准备一下，资源丰盛了一点，好，我们再好好的进行下去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如果喜欢我这个新系列的话呢，啊，记得就是在我这个影片的左下角按个赞啊，或者在右边按个订阅，是这样吗？右边按个赞，左边按个订阅，或者在下方留言说出你们的看法。啊、我们今天差不多这一集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那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呢，这个新的这个异变方舟呢，再见了哦，拜拜。